看这个水摆的水哈、哦，是超级花。如果你家里没有装 Spring 的话，你喝的水是怎样的？看，这么黄，这是水摆的水，看一下，是黄了对吧 ？OK， 黄的。然后我开 Spring。Spring 的水，好，所以这个 Spring 的水是过滤好的了，你看，多么清洁。所以你看这边两杯水，这是过滤好 Spring 的水，这个是水摆的水。偶尔水摆的水这么肮脏，你说怎么能够喝？过滤 Spring 的水。很重要的，有肮脏的话真的是很可怜的。所以这是过滤好 Spring 的水。